네, 오늘도 분명 즐거운 하루가 될 것입니다.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고 강의 시작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서 스마일 장미꽃처럼 활짝 웃어요. 세상 즐겁다. 걱정하면 무엇에 즐겁게 노래하자. 전기제품에는 전기가 필요하고 생기제품인 생명체에게는 생기가 필요하다. 전기는 자꾸 꺼져도 전기제품은 전원 切断的 情况下 电器元件的不会发生异变 只要电源接通它还会正常工作 但是生命体呢就不一样 如果没了生命的气息 这个生命构成生命的生命体呢，就会发生变质，甚至死亡。那只有生命的气息重新恢复，我们的生命体才会复健康。所以遗传基因发生病变的话，那么它之所以能够变质成为病变的细胞，它就可以变成好。所以我们称之。 我们这个运动啊，称为新纪念生命运动，就是幸福发电站，生命发电站。所以，生命的气息充足，我们才会幸福。我们要想感到幸福，我们身体内的内啡肽要分泌良好，那么内啡肽要分泌的好的话，生产。 内啡肽的遗传基因呢，要被激活运作良好。我讲的太通俗易懂了，大家认为不很神秘。但是遗传基因的被激活啊，我们称之为遗传基因的，英文里面呢，gene expression被激活了，我们称之为被激活。 expression. 그래서 이 유전자가 이전자는这个遗传基因被激活以后呢，它是一个核酸核糖的一个物质而已。 스스로 움직였다가 스스로 가라앉고 그럴 수가 없어. 它本身没有这种 반드시 뭐가 들어와야 돼 运作的机制. 외부로부터 에너지가 들어와야 이 물질은 에너지에 반응하게 돼. 让它运作激活被激活被运作的能量。유전자를 반응시키는 에너지. 那么让遗传基因能够正常被激活运作起来的能量来自外部的能量，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气息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要对生命的气息和生命气息的本质呢，要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啊，我先给大家看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抑郁症是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内啡肽生产。 不太好的疾病，还有一种就是 serotonin 啊，分泌的正常分泌的时候，我们内心才会有一种平安。那么这个 serotonin 分泌的不好的话，我们就会变得情绪不安，啊，变得非常的消极堕怠。那么说再好的道啊，你们再好的事儿，那么内心当中总是心灰意冷。 总是这种消极否定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体内啊，脑细胞当中生产 serotonin 的遗传基因呢没有被激活，所以 serotonin 不能生产出来的话，啊，你再说什么积极的、有意义的、向上的事儿，它也不会做反应。我们周围可能有这样的人，这些否定的、消极的态度呢，你们不能接受它，要积极的和它
作斗，是吧？那么和这种消极的堕怠的念想作对的这种作斗的这种想法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气息。那么我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盼望了，这种气息我们称为杀机，是吧？生机和杀机是相对的一个概念。那么杀气腾腾的人呢，都是那些就是那些黑手党啊，在我黑帮老大是吧，你早死啊，这样的人肯定要死于非命，是吧？不死于病也得死于非命不挨枪也得挨刀，是吧？所以说你们杀气腾腾的话肯定会是夭折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说生命的气息要保全它。我们身体里的基因呢对电的刺激也做反应，所以呢我们医学界有一种叫电击治疗，对患抑郁症的患者呢进行电击治疗，通过强烈的电流刺激呢那么生产脑细胞的这个那个电流激活了这个生产内啡肽和serotonin 的这个遗传基因，被强烈的电击下激活以后，那么生产出内啡肽和serotonin 那么经过电击治疗以后呢人变得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又笑又有说有笑，是吧？很积极很神奇，是吧？但是这个电击治疗有很多副作用，因为太强烈的电流通过身体以后呢患者呢就发生全身的痉挛像癫痫病一样。所以这个电流过于强烈只有在这种强烈的电流刺激下我们的基因才会被激活，这种强烈的刺激越是反复呢脑细胞呢就大量的被杀死，所以就会患记忆丧失症。所以现在呢医学界几乎不使用这种电击治疗。在这种强烈电击刺激治疗下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怎么才能克服它呢？会不会有一种很精确的很准确的方法在激活基因的同时最大限度内减少脑细胞损伤的方法呢？所以人们就找到了一个另一个方法，就是磁场治疗，磁共振治疗。我们的精神和磁场的关系，我们的精神与磁场的关系，这一篇论文登载在科学杂志上。那么这个人是患抑郁症的患者，正在接受磁场治疗。那么在哪个部位应该进行磁场治疗，然后选好了坐标以后，然后形成强烈的磁场，通过这个传播器呢传到脑子的部位，这个机器磁场发生器发生强烈的磁场，形成一个强烈的磁场，然后呢这个磁场对脑细胞呢这是患者的眼睛、鼻子，还有这是脑，对这个脑呢进行磁场治疗。在这个精确的部位
就会出，就会观察到有更强烈的电流在通过。所以呢，你们看这里 ，How magnetic therapy works， 那么磁场治疗是怎样起作用的，是吧？一个是磁场，一是磁场，第二是什么？刺激大脑。这个磁场是怎样刺激大脑的，是吧？这个磁发生器啊，磁场发生器呢，把电流和磁场呢，发射到大脑，让大脑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让它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神经传导物质。那么刚才我讲的 serotonin endorphin， 这都是其实一种神经传导物质。所以这个磁场一旦形成以后呢，我们大脑呢就会产生一种电流，那么这个电流呢就会刺激我们的遗传基因，那么这个遗传基因呢就会生产出什么，像 serotonin 还有 endorphin 这样的神经传导物质。所以遗传基因呢就是对电流也会做反应的。所以这种治疗方法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治疗效果怎么样呢？45%的患者呢，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抑郁症的患者呢，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患者呢，通过这种磁场治疗，得到了康复，有显著疗效。这在过去的精神治疗啊，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治疗效果。还有31%的患者呢，所有的抑郁症症状呢全部消失了，31%的人也就是得到完治了。这是让人惊讶的治疗结果，是吧？我不是劝大家接受这种治疗，但是电流啊磁场啊对我们的遗传基因呢起到能够激活它们的作用，大家认识这一点。比如说通过电流或者磁场经过治疗，和大家在这里听到讲课以后它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大家听到生命的道以后你们说这是真实的，这是对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们脑子里就会产生一种电流。所以说李香九给大家讲真理，讲善道，那么这个真理善道就是什么？就是一种能量，生命的能量，是吧？所以大家呢去这个科罗拉多大峡谷，大家说哇惊叹的时候，就会生产出内啡肽来，是吧？被它的美被他的壮观所折服感叹连发。这个时候你们身体内就会产生一种电流，还有一种感激的时候，那么内啡肽也会分泌出来一种电流在产生。当你们对某种事物、某种现象、某种真理所感动的时候，尤其是真善美为其所感动折服的时候这种感动越是强烈你们就会所以说我们韩国人说心里被折服了，是吧？是说什么折服了你们的心里？就是这种电流是一种物理的化学的反应所以说endorphin serotonin 分泌出来，最后什么都出来，连眼泪都要流出来，是吧？感激的流泪。那么能够流泪也是遗传基因所使然，是吧？所以我们身体内一种那种
抽象的美，那种真理真善美的东西，当我们接受它明白它的时候，我们脑细胞当中的遗传基因呢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变化，明白了吗？所以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的脑细胞呢就会活动旺盛，这就是新起点生命运动的基本原理啊。那么到我再想想，我们听听李博士为我们建议什么样的食物疗法。大家要明白啊，食物无法治疗你的疾病。那么食物为什么要重要呢？为什么要吃清淡的食物？为什么不能吃肉啊？为什么呢？啊，不是这些食物让你们病得到治疗啊，吃这个东西病会好，吃那个东西会病好。大家不要用这种意念去吃东西。恢复大家遗传基因的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气息。那么你们大家遗传基因激活大家身体内的遗传基因的生命的气息呢？这个生命气息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真善美。你们要对真善美的事物做反应。当我们最受感动的时候，是在被爱所感动，是吧？那么这个爱里面有什么？就是有真善美的东西啊。所以爱呢，当我们感受爱的时候，去爱一个人，被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内心才会被触动，是吧？所以生命的气息本质是什么？就是真善美，就是爱。那么但是大家还要明白一点，大家喝完了酒酩酊的状态下听课的话，大家会有这种感动吗？说哎呦，你们吵什么吵，能不能静一静啊。那么吃完了这个睡眠药，肚子饿的时候也不会有这种感动啊。就再好的风景也要吃饱了肚子再去观赏，是吧？所以吃饱了才会有这种什么感动，是吧？就是生命最基本的欲望得到满足了以后我们才会对美的事物有所感触。所以我们细胞里面的所有的遗传基因呢正常的积极的旺盛的工作，为此我们需要一种基本的条件为它铺设，是吧？具备基本的生命条件。所以说生命气息很重要，这是主，但是为了使这个生命气息能够正常的运作，充分的运作起来，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具备基本的生命条件。所以大家看，这生命的气息呢就像放电一样在我们身体上起作用。作用于什么地方？作用于我们的基因作用于我们的基因上作用在这个基因上。为了让我们的基因被激活起作用，需要一个条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基本的生命条件。大家建造一个生活小区，那么在地上建造造房子之前，必须得先把基础设施打好。这个基础设施我们称之为什么？称之为 infra， 是吧？基础设施。所以我们遗传基因生命本身呢，需要一种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打好了，再接受生命的气息，这个气息才会怎么样会激烈，是吧？大家吃健康食疗，然后喝水运动，都是在建构什么？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是吧？建构生命设施建构的十分好的时候，
那么你们的基因呢就做好了接受生命气息的准备。那么我们构成生命的基础设施都有什么呢？我们看一看，我们先看看豆子。豆子也是一个生命是吧？豆上面有个点，这是什么？胚芽，我们称之为胚芽是吧？啊，豆子上面这个点是细胞，这个细胞里面有什么？就是已经镌刻着豆子的生命程序，所有的信息都是生眼繁殖的生命信息。你把它挖出来，啊，它就不能再繁衍生殖了。啊，里边有基因，这个基因里边镌刻着生命的程序。说一个豆子里边呢，可以产出1000、2000个豆子，啊，这个程序呢已经镌刻好了。那么，首先被激活的程序啊，就是生根，这是第一道程序，然后嫩芽发出嫩芽的程序，第二道程序，第三道就是生茎，啊，生茎还要怎么样？还要发枝，是吧？第四道程序，啊，枝叶上要长什么？产生叶子，这是5号基因程序，然后在这边怎么样？开花是吧？6号基因程序开花以后呢，然后最后产生什么豆子是吧？啊，7号遗传基因，从1号到7号这个生命程序呢，已经完全的按部就班的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已经镌刻在这个豆子的细胞里了。啊，属于生命繁殖的细胞呢，生命程序呢已经镌刻好了。那么从1到7的这个生命程序啊，要按序启动，啊，为了让它，生命程序所有的生命程序按部就班的启动呢，所以说生命，程序启动的基础设施要具备。你把它放到桌子上，它1000年它也不会发芽的，是吧？没有这种生命基础设施的时候，在生命气息再强烈它不会发芽，这种生命程序不会启动。首先要把这个豆子啊要种到土壤里面是吧？这地种到土壤里就是要从土壤里吸取营养，所以它需要营养是吧？我们称之为英文称之为 nutrition， 是用 n 来表示，然后需要水分是吧 ？water 用英文 water 来表示，没有水的话，它不能生根发芽的。第三需要什么？需要阳光，需要阳光 ，sunshine， 还需要什么？还需要节制是吧？需要中庸。这三个要素啊，要适当的搭配，过多过少都不行，水分太多了根茎也要烂，所以说一切都要适可而止，这叫节制，就是中庸。还需要空气，在真空状态植物是不会发生的是吧？所以需要 air。 所以植物的生命基础设施啊需要什么啊，是 Nusta 是吧 ？Nusta，NWSTA Nusta， 对，没有这些条件的具备，如果没有营养，啊，没有阳光，啊，给它水，这个豆子就会变什么？就被豆芽拆了是吧？长是长，但是不能繁殖，啊，所以所有的已经镌刻在豆子里的生命基因呢，不能完全被激活，
是吧？不能完全被激活，即便它接受水分，接受气息，但是它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豆子，因为什么？生命的基础设施啊，没有建构起来，所以生命的基础设施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我们韩国是出生率最低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啊，出生率最低意味着年轻人啊，尤其是年轻女性啊，就是不想生育，是吧？没心情生孩子。这种现象呢，和动物园里发生的现象是一样的。动物园里啊，那些狮子、熊，还有老虎这些猛兽啊，是雌雄啊，没有什么对对方不感兴趣。是我们韩国社会最成问题的是什么？就是精力不够，是吧？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所以总是去找什么？去找那些啊刺激的东西啊，最后是什么啊？所以说就是婚外恋很刺激，所以说老夫老妻糟糠之妻不够刺激，所以就说就陷入一种快乐主义，就说生小孩儿啊，这都是很烦的啊，又要花钱又要吃力啊，所以呢人们开始追求这种快乐的东西。这是人类一个非常大的堕落，是吧？动物园的动物们呢，狮子啊，大象啊，啊，你圈养他们啊，他们没有这种繁殖的意念啊，就说这种生命的能力啊衰退了。为什么？因为生命的基础设施啊，生命的基础设施啊不好啊，所以说生下第二代，这第二代的人生啊，不是人生，是受生哈 啊，成天关在笼子里啊，和我们的命运一样，所以我们呢啊也没必要生第二代，所以这种生命的欲念呢啊被扼杀了。所以人们呢就通过人工受精让他们怀胎生子儿，然后把孩子放到母熊、母狮子呢，这些母狮子、母熊的母性本能呢没法激活。母性本能啊，它也是一种遗传基因已经镌刻的生命程序。那么从我们的基因里头，在实验室里把动物的母性基因程序人为的除掉以后呢，动物也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大家看这张图，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做的一项实验，这是一只啊具有母性本能的一只母鼠啊母。那么现在的科学啊，可以把这个遗传基因的这个一道啊，可以删除一样啊，就像删除电脑里的一段程序一样啊。人科学家们把母鼠的母遗传基因的母性本能的遗传基因删除以后呢，这个老鼠呢就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了。那么母性本能啊已经镌刻在我们的遗传基因里了，所以它被激活以后呢，人就变得啊非常慈爱啊。我的大女儿啊，小的时候呢，他成长的过程就是啊、不是很正常啊、心里总是啊、总是有一种邪气。因为什么呢？他的妹妹啊比他小一岁，但是他的妹妹呢要比他漂亮，比他聪明，所以他对妹妹总是有一种劣等感，是吧？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做爸爸的我啊也不懂得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小的时候啊啊妹妹啊漂亮聪明，所以姐姐看她妹妹也比她自己漂亮，所以两岁三岁的时候成天挠她的妹妹的脸，所以呢就揍姐姐，所以妹妹呢不挨打
姐姐成天挨打挨骂，所以就慢慢就歪了，走歪了，长偏了，所以从小就开始喝酒抽烟放纵。14岁开始抽烟啊，完全就是走上了歪路，长偏了。那结完婚以后呢，爸爸我说你别想抱孙子了啊，我生下啊，生完了以后我怕他长得像我啊。他有一天他怀孕了啊，总想要要流产，做人工流产。这一天两天这样推来推去，这个小孩子开始怎么样，开始动了是吧。啊，他说孩子在动了啊，他的母性本能就被激活了啊。那个时候烟就戒掉了，酒也戒掉了，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孩子呢，他发生了变化，所以他里边的这个沉睡的母性爱的这种基因呢被激活了，他母亲就，我的女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这个为契机，从打那时起呢，就开始过新起点生活，是吧？所以为了这个生产这个小孩子呢，只生了一个真的健康、活泼、美、漂亮的孩子。打大气以后就是生活就来劲儿了，是吧？啊，我就是一个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啊，所以那些，啊，那些偏向的东西呢，就归正了，现在完全恢复正常了，成功了啊，嗯。所以在这种用爱来呵护他的孩子，啊，喂养孩子的时候，他的母性本能被激活以后呢？啊，这个母性本能是十分伟大的，所以我通过我的女儿还有这些科学研究啊，我明白母性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但是我们韩国呢，这种母性爱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呀，就像在动物园里的生活，是吧？啊，也没地方能够敞开了去撒欢，没有地方。成天关在这个混凝土的房子里、学校里、汽车里，啊，成天被关在笼子里一样，没有能够真正的这样振翅飞翔的这种自由啊，生命的基础设施已经被毁坏了，所以年轻人也得癌症，是应该被启动、应该被激活的遗传基因呢，因为生命基础设施没有建构起来，所以呢都在沉睡。所以最重要的生命基础设施呢，大家要一会儿就要给大家讲。所以呢，生命基础设施呢，对遗传基因被激活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吧？所以植物接受生气需要啊做什么 ？New Start 就行了，是吧？动物要求的更多的生命基础设施需要什么？那么植物呢，扎根在土壤里，它不需要运动，是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需要运动。但是动物呢，用蹄子要四肢不断的要跑，它需要运动啊。大家不要认为运动对健康好，运动本身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遗传基因激活所必须的生命结构，明白没有？那么因为你懒，你不运动，你的遗传基因也会变得懒，也会变得不运动啊啊，吃药啊，一天懒懒散散的，一点都没有变化啊，饮食也没有变化。那么物理的化学的不是这种变化啊，遗传基因要靠什么？靠生命的气息，要能量，要激活它，是吧？是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这种能量，是真善美的生命能量来激活它。当你们内心感受到这种真善美的时候，有一种感动的时候，你们的遗传基因才做反应啊！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明白没有？所以动物啊，
动物这边还需要什么？还需要运动啊，需要 exercise 运动，需要运动的同时呢，需要运动的同时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休息，动物都需要休息。啊 ，rest。所以动物的生命基础设施就是什么 ？New Star。啊，只要他们能够建构基本的生命条件，他们就变得很健康。植物啊、有 New Star 行可以了。那么动物需要什么？就 New Star， 新星是吧？是的，这就是他们的生命基础设施。人间呢，人类呢，比动物稍微有点复杂。人类的心灵啊要比动物复杂多了，所以我们的心，人的心，人心最重要是吧，是我们意见很多是吧，各执己见，爱好兴趣都不同。所以我在这边，李香九在这边再讲怎么讲啊，讲你们在坐那里，哎呀真是都是、扯淡啊，都是骗人的啊！你们做这种心态的话，你们的遗传基因就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啊，不会做任何的反应。所以你们再怎么去吃这个健康食疗啊、运动啊、呼吸啊，啊，也许基础设施建构了，但是光靠基础设施是没有用的啊。你们认为它没用，那一切都没有用啊。做什么有用？有什么用啊？啊，下课了以后我们要去散步是吧，还走什么呀啊，又走什么走啊啊，用这种消极的态度去对待事物的人没有什么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内心要积极的响应，积极的同意啊，要选择是吧，为了选择呢，我们要对这个生命起点的这个所有的讲课内容，所有的程序呢，为了选择呢，大家要信赖，要信赖啊！他说的对，啊，这话不假，这话在理儿，啊，信赖信不信，取决于你们自己，这是你们的自由。有的人会这样讲，哎，还得运动啊！哎呀，真是烦死了，啊，有没有说不运动能好的办法？啊，然后呢？啊，恢复的不好的话，然后回来说什么？都说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我的病怎么没有好转呢？那是你机械的去做，你的内心呢还没有做反应。啊，你的内心当中没有信赖，因为你还没有选择这种生活，是勉强的去做，所以勉强的去做，你的遗传基因不会做反应。信赖这个东西实在是重要，信赖的力量啊是十分了不起的，所以我们称之为 trust。 植物做 new star， 动物做什么 new star， 人要做什么 new start。 人的是构成人类生命的基础设施就是什么 new star， new start。啊，这不是说我李香九这么一个人考虑出来的，因为这是生命本身所富有的法则，每个人都是离不开的生命要素。为什么我们身体会有疾病呢？因为这种生命基础设施呢没有打好，啊，空气不好，不喝水啊，不做运动，成天喝可乐、喝咖啡、喝酒。啊，喝双花茶啊，什么喝活命水，不喝水是吧？可乐、酒，你们喝的什么这些？倒的花盆、花草啊，都要死掉了。你们所吃的东西都是扼杀生命的东西，是吧？所有的细胞啊，所有的植物啊、动物啊，所有的细胞啊，都离不开水，要求的是纯粹的水，啊，干净的水，不是可乐，
因为可乐的浓度太高，反而引起脱水现象，是吧？所以越喝可乐越想喝，越渴，因为什么？出现脱水现象。可乐也不是水吗？当然是水的浓度太高了。你们喝海水的话，海水也是水啊，那是喝水的吗？那反而你们水分的被夺走了，是吧？那么在海上没有水的时候，你越喝海水死的就越快，是吧？因为你出现这个脱水现象了。所以呢，我们说什么？我们喝干净的纯粹的水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说水有什么营养啊？那你们是海空气有营养吗？那么那些没有营养的啊，反而比那些有营养的更重要，懂不懂？你们的思想，你们的想法啊，要完全的发生转变啊，180度的转变。不发生这种完全根本的转变的话，你们的遗传基因呢？啊，当你们发生这种根本的转变的时候，你们的基因呢就会被激活，是吧？啊，那些沉睡的攻击癌细胞的那些程序呢被激活，然后这些癌细胞呢就不攻自破了，是吧？这是非常易懂的道理，但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啊，每个人都能领受，每个人都能明白，我们的小孩子也能明白吧？啊，我刚才看你唱歌唱得很好，是吧？啊，长得像妈妈，是吧？所以这个新起点呢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人体里边最重要的、最建构生命条件最重要的啊，比如说改良饮食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在经过两三天了，这种饮食啊反而更好，因为我们原来身体所需要的食物，原来的需要那些咸的啊刺激性的东西，其实孩子们是不肯吃的，是吧？啊，都是后天训练、强制训练以后发生的变质的这种口感、口味，然后我们身体也慢慢的随着这些食物的变质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体也发生变质，是吧？其实呢，我们都是做善念头，追求善美的东西，啊，但是成天要撒谎，啊，成天要做虚假的掩饰，啊，内心要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啊，做这个斤斤计较，做害人的想法，看那些肮脏的东西，所以生命的气息呢，就没法进入到我们身体里边，生命的电能呢，就会降低，那么细胞就无法被启动，那么就会发生变质，所以疾病就来了。所以从过去啊，所以在军队受训练的时候呢，要让你们打起精神来，是吧？什么气啊？气就是气，那气就是什么？我们大部分人认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气啊，都是杀气。杀气越腾腾，那么气这个气啊，就越厉害，是吧？这个气很足的人呢，就是骂大街，爱打架，是吧？气不打一处来，成天。但是生命的气息呢，却让我们变得温柔。生命气息足的人呢，充分的理解力、理解心啊，体谅人、包容人啊，原谅人，这种力量呢，才是伟大的。当你们被这种力量所感化的时候，你们的生命电能才会蹭蹭往上涨，啊。信赖不知有多重要。
啊，我们再来想一想这个信赖到底有多重要。我是个医生，医生作为医生最不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啊，说哎，那些根本都没有到没有道理的东西，说啊，通过这些我的病好了，吃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病好了，比如说拔罐以后病好了。但真的有拔罐治好的人，那么作为医生呢，啊，我就最不爽了。那病好了也不能说他没好是吧，好了就是好了啊，事实摆在眼前也不能否认。但从道理上讲他没法好啊，他为什么会好呢？这就让我们医生最恼火的东西。如果解决不了他，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烦恼，明白吗？过去啊，我就说没有道理啊，那病怎么会好呢？我就认为是。有的人说喝自己的尿病会好。哦，作为医生我来想，这是别的不懂不管哈，就是喝自己的尿是绝对不会什么治好病的。我作为医生我是100%可以相信的，确信无疑的。大家想想看啊，吃什么这个好吃那个好，然后说不定大家当中也有喝过自己尿的人是吧，那为什么喝呢？他们说什么，他说尿里边呢不光是有坏的东西啊，有我们身体里所需要的一些好的东西，所以喝完了以后呢我们的病会好啊，是喝完了以后有好的人。我给大家讲作为医生我给大家讲讲好不好。尿里面有再好的东西，它出来以前所在的地方是哪儿啊？作为小便出来以前在哪儿啊？是在我身体里边不是吗？我身体里边的出来以后再放里边，为什么病会好呢？如果要好的话出来以前就应该好是吧？啊，这是啊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却确信无疑，因为大家信赖他。这个信赖是非常可怕的是吧。有的人呢认为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个大骗子啊，偷偷的这个做坏事，道貌岸然，是个道貌岸然的人，所以这个牧师一按手的话病就好。其实这个牧师跟上帝也没关系，这个信徒啊，愚昧的信徒啊，相信他的病就好，就信赖的病，明白吗？信心就这么伟大，信心它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神奇的。我在这里苦口婆心的再讲真理也没有用，如果大家不信的话所以那些尿啊啊能连蒙带骗让大家相信的话，那么这个尿也会起作用。这个信心呢就这么神奇是吧。好了那么拔罐子病怎么会好呢？大家相信什么？相信拔罐子呢是把我们身体里的淤血拔出来。什么是淤血呢？血液当中什么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血。那么大家想一想那么好的血液和不好的血液这是泾渭分明的吗？所以说不好的血呢就会自己的钻到不好的血液就钻到罐子里吗？这不可能的是吧，是吧？那么好的血留在身体里，不好的血就钻到罐子里吗？大家只要静心想一想，很多事情都是不合乎道理的我们的思维结构发生了这个问题是吧？那些把合理的东西当成不合理的，把不合理的东西当成合理的在美国一个小孩子腹泻。
隔壁的邻居啊，给他做了这个韩国小孩的生日 party， 那么生日派对，那么邀请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来一块儿啊做搞 party， 那么家长们一块儿来参加 party， 那么这个生日宴会的主人这个韩国小男孩呢，肚子就疼，然后呢就用针呢，给他放血治疗，针刺，然后用胳膊这样。用手呢撸这样胳膊，然后把这个不好的血呢就撸到这个手指头上，啊，那么这身体里的不好的血就是说，是我们不好的血呢都集中到这个第二手指头上，啊，而集中以后呢，用绳一绑，用绳一捆，跑不了了，那么血液就被拴在这里，这个血液就变成紫色的了。那么被拴住以后呢，养分被消耗掉，那么自然就变成紫色的，是吧？不是因为变坏的，而是人为的使它变坏了，是吧？然后把它拔出来以后呢，啊，黑色的血就出来了，是，你看这不好的血就出来了。那么你一相信的话，啊，病就好了，肚子就好了。你相信他，相信他。你们不要相信这些啊没有根据的东西。你们今天来到五台山，新起点生命运动啊，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你们已经试过能试的一切东西了，什么偏方啊，什么民间疗法呀，啊，那么，让我试一试，我就试了一次。啊，因为你们比别人呢更加合理，所以做合理的念想，所以来到这里。扎过一次针，哎，不打白不打，啊，那不打白不打这种念想不会见效了，是吧？啊，听说他很神奇哎，啊，这样才会有什么效果，见点效果，信赖给我扎针的人。所以我们医生，这些医生们呢，做医生的去中医去扎针呢，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我们从打骨子里不相信中医，是吧？打针扎针是为什么？因为老婆总让我去试一试，所以呢，没有什么效果，医生不会见效。啊，医生呢，为什么不会见效呢？治癌症也不会有效，因为他们看到了很多因为癌症治疗失败的例子，所以医生们对癌症治疗也没有信赖。患者呢却不是这样，他们成功的概率呢比医生要高得多，因为他们那么相信，只要大家确信无疑的时候。那么抗癌治疗效果也会比别人好得多。但现在大家呢就有问题了。那么做完了新起点生命运动以后呢，对抗癌治疗呢就丧失信心了，是吧？所以呢，说医学界现代医学呢，医学界呢对信心的力量有多大，我们已经有科学已经证明了。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帕金森氏病，是吧？最近美国做了一项这样的实验。那么帕金森氏疾病是什么样的疾病呢？刚才我讲了，就说内啡肽还有 serotonin， endorphin 让我们感到喜悦， serotonin 让我们感到平安啊，变得积极肯定，是吧？还有叫多方面的物质，这个多方面呢，让我们有一种快感，很爽的感觉啊。这种物质分泌出来，让我们感到很爽。啊，你做过蹦极跳蹦过吗？没有。那么滑雪从山顶往下冲的时候。哇，有一种爽快的感觉，是吧？
爽的不得了啊，这种感觉就是由于多巴胺的分泌所感到的。那么多巴胺分泌的好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很浪漫。多巴胺分泌的很多的时候呢，啊，这个妻子就会说啊，老公啊，变得很温柔，很浪漫。啊，多巴胺分泌的人多的人呢，舞跳的也很优雅，是吧？啊，很优雅。那、啊、多巴胺分泌的少呢，就变得很僵硬，身体也僵硬。啊啊，肌肉变得很，那么僵硬体现出的症状就是颤抖。让他写书法的话，他写不了。那么多方面分泌出来，才会变得有艺术感，啊，书法写得很漂亮。这个多方面呢，让我们变得肌肉。这个多方面不能分泌的疾病就叫什么？叫帕金森氏疾病。所以帕金森氏疾病的患者啊，我们给他服用一种 Erdopa 的药物，那么吃完了药物呢，病就没事了。医生们对这个帕金森氏疾病的患者做了这样的实验，叫伪药效果，我们称之为伪药效果，是吧？那么用面团啊，面团制成药丸，然后给帕金森氏的疾病，对他说，这是最新出来的非常神奇的治疗帕金森氏的药物。然后帕金森病的这个患者就相信以后吃完了以后，然后医学家们就观察这个患者的脑子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那么就观察实验，啊，就期待，就是对这个多巴胺药物的期待感，对治疗多巴胺会有什么样的效果的这种患者的期待感，和我们脑细胞里实际发生的脑细胞成什么比例，是吧？啊，所以这种伪药效果的机制，也就是说伪药效果对相信药物的功能的患者的实际产生多方面的效果有什么关系啊。嗯，做了这样的试验，是吧？给了患者服用这个用面做的药丸以后呢，啊，出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嗯，我们提供了啊，啊。我们医学家呢，科学家呢，通过这项实验呢，可以提出向大家阐释一种证据，就是什么啊？实际呢，脑细胞里呢，分泌出多巴胺的相当量的多巴胺生产出来的这种结果，我们得到了证实。啊，我们得到了证实。这种盐酸多巴胺呢，这多巴胺呢，通过这种期待感啊，和药物没有关系，就是患者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就是期待感呢，啊，使他真正的疾病得到了治疗。那么你们的心态啊，你们的心态，你们的每一个念想，你们的每一个决定和你们的疾病的治疗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大家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新起点生命程序里呢，
有没有这种科学的要素啊？大家自己来判断啊。如果它不是科学的东西的话，那么啊、我本身也不容许我做这个事情。那么做完了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是吧？啊，反而什么是一种负担，那么钱也赚不到，是吧？啊，要想赚点钱的话，你们至少得来100人，啊，啊，不合算是吧？所以呢，实际啊，给这些面团做的伪药，然后让他相信这是治疗帕金森的神药的话，那么这个患者只要相信。这个相信的心态就会让他实际分泌很多的多巴胺，他的遗传基因就被激活了。所以说尿疗法啊，什么拔罐疗法、放血疗法，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都是一些啊、像伪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传统的相信这些东西有治疗的效果，所以呢，这种相信才是什么疗效。所以这些啊，这个放学以后孩子好了，这些美国这家长嘛，就大惊失色，是吧？因为美国人不懂这个放学疗法，所以说信心呢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不要相信那些啊无稽之谈的东西，要相信什么真善美，对生命的气息，要相信它的功能。还有呢，要你们的生命基础设施要建构起来。那么，治疗疾病啊，其实比我们想的要单纯的多。啊，相信这些无稽之谈的东西，病也会好，是吧？因为是向信心有关。如果患者相信这个大夫给我进行的治疗能够让我康复，你相信的话，那么他的康复率就相当高。但是呢，你将信将疑，治疗以后，那么复发率也同样很高。为什么呢？不光你们是扎针啊，还是拔火罐啊，你们总得去反复的去做，那么越做呢，效果越低，因为它不是真理，虚假的东西，骗的越大啊，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啊，它给人的失望越大，是吧？真理呢，越做越让大家什么信心加倍，啊。越明白真理，这种真理呢，会让你们啊越加的去追求它，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实际适用的时候，越是按照真理生活的时候，越是来劲，是吧？越是起劲，效果也会怎么样？越来越强，你们的信赖呢也会增强。啊，我再讲一句，你们相信那些尿会，相信那些尿会治疗疾病，相信火罐会治疗你们的疾病，即便你们只要你们相信了，病都会好。那么你们相信真善美的话，啊，生命气息的本质真善美，还有你们生命基础设施，你们相信它的话，你们无法否认它是虚假的。因为什么？这已经是得到证实的自然法则，是吧？那些人为的东西，那些近乎迷信的东西，你们相信那些迷信的东西都能见到疗效，那么真实的东西会在你们身上体现出多大的效果呢？是吧？
所以信赖是十分重要的。信赖就是你们每个人的选择，你们选择真实的东西，善良的东西，因为它去决定你们的命运。所以我讲课、啊、也可以这样讲、啊、很文静的讲，生命的气息啊，就是真善美、真善美啊，就是激活你们遗传基因的、能量物质，这和你们的信心有关啊、这样讲的话，课可能几分钟就讲完了。但是你们听完了这样的课以后呢，没有生命的鼓不起生命的力量，是吧？是吗？是吗？但是大家平心静气的想，所以我呢，就是费九牛二虎的力在这里吃力的给大家讲，就是让大家鼓起生命的勇气，是吧？给大家鼓气。只要大家当中每一个人能够恢复的话，啊，这是多么让人鼓舞的事情，是吧？啊，是的，啊，就是，啊，真理就是真理，是吧？啊，我呀、啊，就是真的马不停蹄的这样世界各地奔走，然后去美国，去阿拉斯加，再回到韩国，啊，这马不停蹄的世界到处讲课，图的是什么呢？嗯，图的是什么？啊，图的就是能够让一个生命，更多的生命去明白这种生命的道，是吧？最近呢、啊，我不像过去那样啊，知名了。是吧？当我出名的时候啊，那些商人们都劝我给他们做广告啊，啊，求你为我们做广告。那么做一次广告可以赚很多钱，是吧？啊，净水器，啊，什么什么净水器，啊，然后。倒杯水，喝一口，啊，老婆，啊，水的味道好极了，啊，净水器还是，啊，什么温金康威，啊，这一句话，啊，无意就来了，啊，多简单呢，举手之劳是吧？啊，什么西服啊、西装啊、健康食品啊，啊，多的是。我估计做个几篇广告，挣个几百万是没问题的。现在我把意念转变的是，我是李香九，我想给你们做广告。一个电话的话，可能八求之不得，啊，只要你同意，因为你有信赖度。我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广告呢？因为就是信誉、信赖度。50亿、500几百万的人民币好呢，还是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呢？啊，何轻何重？如果我，这不意味着我不需要这个钱，是吧？50亿的话，可以过舒坦的生活，是吧？啊，可以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信赖没有了。啊，有的时候呢，也有一种冲动，哦，
啊，周围呢也有缺，也有缺氧，让我出演广告啊，做广告有什么不好呢？啊，做广告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撒谎，是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下，但是总有一种啊不爽的东西缠绕着我。为什么不爽呢？这上帝说，上帝说，想起我，你好好想想吧。啊，上帝说，你做吧，那就没有不爽的东西。所以我呢，对上帝的声音呢，反应得很敏感。所以我就觉得，哎，啊，但是还是想跃跃欲试，是吧？但上帝不让我，啊，不让我去。但是我想去的时候呢，我就祷告。答案已经很明白了，但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出去的借口呢，就祷告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不能去呢？啊，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这样祷告，这样的祷告呢，不会有什么应许，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给我们选择自由的人，而如果你真想去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吧。啊，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所以我就深思熟虑啊，每天在你们的电视里头啊，西服还是什么西服好啊，皮鞋还是什么皮鞋好啊，有失体面是吧？啊，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心向前的人是吧？甚至什么为皮鞋做广告，为西服做广告，不知不觉当中信赖就没有了，人们对你的信赖就没有了。那么我在这里再怎么讲生命的道，你们的内心呢就不会有感动啊，这种感动的力量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对我来说钱重要，但是这种生命的感动更重要，生命的道真理更重要。天下没有不喜欢钱的人啊，给你拿去1000万看你要不要，是不是？所以这个新起点生命运动是值得大家信赖的。所以通过这个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希望大家的遗传基因呢恢复原来的状态，返璞归真。절제를 해보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깨운 공기 마시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맑은 공기 마시세요. 휴식을 취하세요. 휴식을 취하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휴식을 취하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놀라운 일이 생겼어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해봤더니 이야! 자, 잠깐 자리에 앉아주시겠습니다. 예, 광고 드리겠습니다. 자, 무슨 시간이죠? 예, 산책 시간입니다. 산책 시간인데 지금부터 한 10분, 45분 정도의 로비로 모여가지고 같이 출발하겠습니다. 산책 코스를 뒤에 산으로 만들었는데 아직 약간 좀 덜 다듬어지고 오늘 날씨가 조금 구중관계로 산에 들어가는 것보단 요 뚝방을 걷는 게 나을 것 같아서요. 뒤쪽 요 강을 따라 뚝방을 산책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산책입니다. 운동이 아니라 보면은 이를 악물고 땀을 뻘뻘 흘리면서 막 빨리 걷으신 분들이 계시는데 옆 사람과 즐거운 얘기, 좋은 얘기 하시면서 산책하시고요. 좋은 시간 보내시고 그 다음에 12시 30분부터 식사 시간 늦지 않게 하시고요. 오후 잘 쉬시다가 오후 4시 15분 강의 때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 명찰 어디 가시나 꼭 붙이고 다니시기 바랍니다. 예, 즐거운 시간 보내십시오.